大家都知道黄连好苦，但系原来苦心先至系苦中之王。形似孔雀开屏嘅地夫系苦心嘅最佳拍档，小小嘅花椒除咗系川菜嘅点睛之笔，竟然都系香港脚嘅黑星。今集芳草寻源，帮你去除脚气嘅烦恼。香港缘何得名，至今众说纷纭。最被认可嘅说法系同香料有关。从明朝开始，香港岛南部嘅一个小港湾成为转运南粤香料嘅集散港，因转运广东东莞嘅香料而出名，被人们称为香港。据说当时香港转运嘅香料品质上乘，被称为海南珍奇。香港当地好多人都以香料为业。香港同其他种植嘅香料一样，声名大噪。不久，呢一种香料被列为进贡皇帝嘅贡品，并造就咗当时鼎盛嘅制香、运香业。香港呢个名称就保留至今。同样同香港有关，但系困扰无数人群嘅疾病，一旦病发，奇痒难忍，严重嘅仲会发炎、化脓、溃烂。呢一种疾病就系同香港有住近似同名嘅香港脚。香港脚又叫做竹鼠同埋脚气，它主要是由于表皮的真菌感染。香港的天气咧好潮湿，好炎热。呢个时候，如果我哋唔保持脚的干爽、透气，咁啊真菌咧都好容易生长，就发病噶啦。西医采用抗真菌药物治疗香港脚，而中医入面同样有好多治疗香港脚的药材。苦心首当其冲，呢一次我哋去到河南，见识一下呢一剂苦口良药嘅庐山真面目。俗语话咧，哑仔食黄连，有苦自己知啊！大家都会以为咧，中药里边咧最苦嘅应该系黄连，但其实咧最苦嘅应该系苦心啊！苦心因其苦而略显卑微，唔似人心咁样显赫而受人尊上，亦都唔同党心、太子心咁德高望重。但系佢有高山之松嘅忍耐同雪地红梅嘅刚毅，佢平凡得可以系普通农家树荫下嘅一壶凉茶，但系却拥有住同人心一样劳苦功高嘅高位。因此，明代李时珍响《本草纲目》之中就评价佢为苦以味明，心以功明。齐医生啊，苦心咧有咩功用咧？啊，那个俗话说得好，说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那么苦参呢，虽然说它的药味是甚苦的，但是它是一味既能够内服又能够外用的一个良药。苦参呢，它主要的作用是清热燥湿利尿，还可以驱风止痒杀虫。那么它主要用于了，就说湿热黄疸啊，还有这个赤白带下呀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像咱们平时说的这个尿闭啊，还有血便啊。那么它外用呢，就可以用于什么？就是说皮肤瘙痒啊，还有就是说脚气病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湿疹呐、还有阴痒啊等等。苦参是一种适应性非常强的植物，无论是路边定是荒地，它随处都能够生长，甚至比杂草更要坚强。即使是荒地，它都能够生长得非常旺盛。它植株一米多高，它用极强的生命力同周边杂草抗衡，一年四季都是葱葱郁郁。这种独特的特性造就了它神奇的功效。医生啊，苦参咁有疗效咧，系咪同佢独有嘅苦味有关呢？对呀、这个中医讲的是四气五味。那么像这个，就是说一般呢都认为，就是说苦味的药，它具有这个清泻和燥湿的作用。那么一般呢，就是说像这个胃呀、越苦呢，它就像这个清热燥湿，这一类的药啊，它的这个性味都比较苦寒。你比方说像黄连，还有黄柏、黄芩，还有苦参类的，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清热燥湿的功效越强，那么它的苦味就越盛。苦参始作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被列为中品。历代医书中记载，佢叶极似槐树，花黄色，籽作甲，根味至苦恶。由于佢生长得非常似槐树，因此又叫做野槐，又或者苦槐。齐医生啊，
我知道咧，苦心嘅苦咧，佢唔净止系比黄连苦咁简单嘅。是，在中药里面呀、它有很多的这个苦味的药，你比方像黄连呀、还有木通啊。还有龙胆草啊，它都是很苦的。但是呢，这三味药加起来，它的苦都不及一个苦生的胃苦。所以你说苦生有多苦？现代药理研究认为，苦参含有多种生物碱，苦参有一定抗菌作用。1%苦参碱能够抑制痢疾杆菌、大肠杆菌、鞭形杆菌、月形链球菌的生长，并有抗滴虫的作用。同时苦参有利尿、抗病原微生物、心律不齐等作用。近几年医学实验发现，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都是有抑制肿瘤的作用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苦参大寒大苦，内服量过大会引起中毒反应。它的症状主要有头痛、头晕、心慌、气促、烦躁、心率加快等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苦参长期的服用可以造成脾胃的损伤，所以呢，在食用之前一定要咨询一下医生。由于苦参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医生的推崇，因此用量不断增加，以至近几年野生苦参的数量急剧下降，一些地方野生资源几乎绝迹，而人工种植的苦参在市场上价格也都不断上涨。苦参可以多年生长，并且越长越多，是一个效益非常之好的中药材品种。何先生啊，我们怎样区分这个就是野生的苦参呢？因为它的书名叫苦参，当地人都给它讲地坏根，它有点把水的叶子像坏水一样，所以说全身都苦味，老百姓最容易辨别。苦参煎汤外洗是治疗香港脚不错的办法，但是苦参加入地夫子的要数治疗香港脚的绝妙组合。这一种叫孔雀草，学名叫地夫，因为它的茎部分分支比较多，而且叶又纤细又嫩绿，就好像孔雀尾瓶，所以就得到这个名字。在四川峨眉山这个中药材宝库，随处都可以见到有很多有用的中药，百姓的房前屋后都会栽种地夫，除了用来做药用，亦都会等它成熟之后做成扫把。不要看它外表好像比较粗糙，其实相当实用。是的，林医师啊，地夫你有什么功效的？地夫呢，性寒利苦，它入神经和膀胱经，具有清热利湿、驱风止痒的功效。咁佢可以治啲咩病呢？地夫上治头目，能够充耳明目；下行膀胱，可以清热利湿；外突皮肤，可以驱风疗疮。中医学认为咧，湿热下治可以引发好多病，譬如话生殖系统嘅膀胱炎、尿道炎、阴道炎，同埋嗰个关节疼痛，仲有腹部嘅嗰个腹泻、肠炎，呢都系如果湿热引起嘅话，都可以用地夫嚟治疗噶。倘若房前屋后种植地夫，这样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用新鲜的地夫用药。但是都市人自然没有这样的优越条件，地夫子就成为了中药饮片。那地夫和地夫子有什么分别？地夫和地夫子是说的是它不同的两个用药部分，一个就是它炼叶，一个就是地夫子。炼叶一般都是用个新鲜的鲜品，鲜品和那个地夫子的功效是同样的。地夫子不单止可以内服，外用也是不失是一味良药。那它有什么外用方法呢？地夫的外用方法主要是外洗，用炼叶煲水外洗可以洗眼睛，可以治疗眼睛涩痛。地夫还可以配搭苦参、白鲜皮、明矾，咁啊，用嚟煲水洗完之后咧，可以攞嚟治疗嗰个湿疹、阴疹同埋嗰个手足癣嘅。四川人有寓医于饮食嘅习惯，简简单单嘅家常菜就可以阻隔疾病。而呢个食材唔单止系家传户晓，更加系川菜嘅点睛之笔。下一节。芳草寻源，带你发掘地道的花招。走近四川，
色彩艳丽的麻辣诱惑。四川咧最令人垂涎咧就系川菜，而川菜特色咧就系麻辣，麻辣嘅主角咧就系花椒啦。花椒有中国调料之称，早响2600多年前嘅春秋时期，人咧就知道食用花椒啦。花椒树当然就系当仁不让嘅罕蔚型物种，剑棘刺绵延不断，唔单止主干上棘刺重生。就连叶脉甚至叶片上的边缘上都饰以针尖般的利刺耀武扬威，即使如此，四川人仍然对花椒情有独钟。花椒在川菜之中使用最为广泛，川菜中以无辣椒不欢，无花椒不麻为特点。花椒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香料，有人说它香味可以保存几百年那么久，而以前也有人用花椒作为敬神的香物。在战国时期屈原的离骚经有记载，当时人用花椒入饭和饮花椒酒的风气，可想而知花椒当时用途非常之广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文物之中，四个香囊和六个绢袋之中就盛放着花椒等芳香性药物，表明先民早已懂得通过佩戴香囊辟胃消毒，以避免疾病的传播，且成为习惯，并在民间一直流传下来。中国最有名最地道的花椒要数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出产。四川汉源的花椒早在西汉时期就成为了朝廷贡品，故名贡椒。汉源花椒以其色泽丹红、粒大油重、芳香浓郁、纯麻爽口而著名，一到成熟的季节就有如红豆般挂满枝头，芳香油含量丰富，是普通花椒的两至三倍。不单止菜肴之中常常用到花椒，亦都是一味驱寒暖胃的中药材。自古以来咧，花椒治病的故事咧有很多噶，而其中一粒咧，同古代美人赵飞燕有很大关系噶。据史籍记载，汉成帝微服出巡，佢喺姐姐屋企遇到一位绝色佳人赵飞燕。汉成帝大怀欢喜，就召佢入宫，封为婕妤。赵飞燕轻盈善舞，令汉成帝极为宠爱，于是就废掉许皇后，将赵飞燕封为后。赵飞燕一心想为汉成帝生子，以母凭子贵，但系久不生人，经御医诊断，定为风寒入女，宫冷不孕。于是御医就用花椒同荔涂满墙壁，取温暖、芳香多子之意，后来就有咗椒房之称。《汉官仪》记载，皇后以椒涂壁，同椒房，取其温也。汉源花椒经过上百代蛟龙的选种繁育，气更清，味更重，香更浓，麻相劲。2001年，汉源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花椒之乡。2004年。巴蜀一绝的汉源花椒正式列入国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。林医生，花椒有什么功效的呢？花椒具有芳香健胃、温中散寒、除湿止痛，还有可以杀虫解毒、止痒除腥的功效的。花椒治疗什么病是最有效的？它治的病主要是譬如虚寒引起的腹痛啊、呕吐啊，仲可以治疗嗰个蛔虫引起嘅腹痛啊，可以治疗咧风湿骨痛，仲可以治疗咧嗰个皮肤嘅瘙痒症，仲有咧就用花椒去浸酒，滴落个蛀牙度咧，可以治疗牙痛噶。据《李时珍本草纲目》记载，花椒坚齿、乌发、明目、久服、好颜色、耐老、增年、健神。响汉源，花椒树亦都可以作防护刺嚟，果皮可以作为调味料提取花椒油，种子可以食用，又可以加工制作肥皂，真系浑身是宝。四川人咧就有寓医于食嘅习惯嘅，咁啊将花椒咧同埋饮食烹调咧互相结合，药借食力，食助药威嘅。唐代嘅孙思邈响《千金食字》之中讲：熟椒
味辛、大热、有毒、主邪气、温中下气、流饮粟。四川的花椒在本草学家们手中是作为治疗疾病的药物，但是到了川菜厨师手中就变成了调制美味的原料。在川菜各种风味之中，麻辣味中有花椒，椒麻味中有花椒，五香味中有花椒，怪味中有花椒。从某程度上来讲，如果少了花椒调味，川味就不称其为川味了。很多人都喜欢吃花椒，食疗我都知道很有用，是不是？花椒作为食物咧，历史非常之悠久。喺四川个盆地咧，嗰个天气比较寒湿，当地嘅水啊或者蔬菜等植物咧，嗰个都系比较寒湿嘅。所以当地啲人咧常年食花椒，佢用啲花椒嘅热性嚟中和佢食物嘅寒性，佢有健脾开胃、能够驱风散寒、祛湿止痛嘅功效嘅。所以咧，佢食花椒啦，可以预防好多个疾病嘅发生。花椒对炭疽杆菌、肺炎双球菌等十种革兰氏阳性菌，以及大肠杆菌、伤寒杆菌、肠内致病菌，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。阿余经理，当地人咧点样用花椒嘅咧？我们用花椒是在大人小孩胃疼胃胀不舒服的时候，用5到10颗干花椒，再用冷开水送敷，在很短时间就能把它解决的。第二就是我们的花椒叶嫩叶。可以做菜，做出来的菜是又香又麻，挺好吃的。哦，原来咁嘅。虽说花椒有咁多功用，但系食用亦都系讲究因地制宜嘅。好多人都中意食花椒啦，其实食花椒咧有冇啲禁忌嘅咧？食花椒咧，由于佢花椒嘅性热嘅，需要注意身体。如果系阴虚火旺嘅咧，就唔能够食噶啦。第二个咧，食花椒咧能够消耗肠道嘅水分，容易引起便秘。所以便秘嘅時候係唔可以食嘅。咁南方人咧同北方人又唔一樣嘅噃，同南方人咧個身體體質咧都係偏熱嘅，而且當氣候咧濕熱，所以食花椒咧都只能夠少食為宜嘅。不過花椒治療香港腳外用咧就唔使擔心花椒偏熱嘅性質啦。咁啊，花椒治療香港腳咧點樣用法嘅咧？花椒，花椒有殺蟲解毒嘅作用，所以用花椒去煲水。浸脚对香港脚有一定的预防治疗作用，最好就加埋地夫子啊、苦参啊、蚀虫子啊、并粉啦，一齐去煲水就浸脚咧，系有治疗作用嘅。温暖潮湿嘅环境，人最容易受到香港脚侵犯，所以要彻底治疗香港脚，首先要扼杀制造香港脚嘅温床。林医生啊，点预防香港脚咧？最关键嘅就系脚部要保持干爽透气。即係話沖完涼啦，個腳要抹乾淨啦，攞風筒吹一吹，保持乾爽啦。可以攞啲滑石粉啦，可以嚟搓個腳啦，保持腳嘅乾爽。最重要咧，就嗰啲鞋襪咧，最好能夠去暴曬，有機會話啦。特別係發病之後，如果好咗之後咧，嗰個預防啦，復發係最關鍵嘅。可以經常攞花椒水啊，嗰個地夫子啊等等嘅中藥咧煲嚟洗腳，仲可以攞啲我哋用嘅消毒水咧嚟。经常消毒的脚部咧，使啲霉菌咧冇生长嘅环境。陈医生啊，嗱，脚气病咧喺南方嚟讲咧都系比较普遍嗬，有啲咩食物咧可以起到缓解同埋预防嘅作用咧？我要多啲食红豆啊，因为红豆咧佢有利湿、消肿、解毒嘅功效。咁啊，古人仲话咧，佢多食令人瘦添。多食令人瘦，即系红豆仲可以减肥咯噃。系啊，因为佢利水去湿，所以咧对夏天脚肿嘅人啊、水肿啊，佢可以食到一个好好嘅食疗效果嘅。谂下红豆对于妇女嚟讲，系咪都系一个好好嘅食物咧？系啊，对妇女经期不适啦、产后缺乳啊，都有几好嘅调经通乳作用噶。系啦，嗱，平时咧我哋就会系成日食呢个红豆沙啦、甜品啦吓，咁其实红豆仲可以点样食法咧？嗱，可以加啲红豆鲤鱼汤吓，生姜啊、红酒一齐煲咧，佢有好好嘅健脾利湿作用，尤其咧有瘦身补血嘅功效添。哇，咁啊真系要食多一碗啊吓！系啊。古语有云：得中原者得天下。而中国几千年的医药文化起源发展都是由中原开始。下一集我们将会亲临
中国五大药都之一嘅河南百全药都，寻找一种可以治疗皮肤病嘅中药。我哋仲会造访青城山，重访当年药王孙思邈探寻中药嘅历程。我哋会去到重庆，了解一种对蚊叮虫咬有特效嘅木屑子。记得留意收睇下一集嘅《芳草寻缘》。